玲珑，欢迎来到昭都。月灵族好威风啊！月灵族是王族最后的屏障，这多亏了飞天。小姑娘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如果不能在比生仪式上把比生柱点亮的话，可是要把你处死的。我见过玲珑点亮之火的比生柱，相信我，也是时候让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国诸侯们看看，素传的天子与神主已经再次联手，绝无可能。请让我试一下吧，无论有什么后果，我都能自己承担。你以为我会在意你的死活？那你为什么不同意？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命是用佛传的命换来的，我早就砍下了你的头颅。我要让素川的每一个人看清楚，谁还敢玩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。放弃的。